前于9月13日起，多次致被害人住处叫嚣、泼洒稀饭、放鞭炮等犯行。本分局获报后，随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。于今天傍晚，持检察官核发的拘票，在新北市汐止区江米前积极到案，全案以涉恐吓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。